先看这个资源，三亿随便干，看看新出的梦想，一个什么样的武器值得老板花2000块钱庆祝一下？随便干。老王展示老板新出物理系的梦想，这武器带的特技让王哥都一脸呆萌，谁知道价格还不菲。看看你有啥绝活？物理系的梦想在哪儿呢？我靠！哎呀，我去，这把武器出的真有意思啊！这把武器看完以后，给人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，又丑又帅的感觉，就是你会在这个两个判断里来回跳，一会儿觉得这把武器很好，一会儿又觉得这把武器不怎么好。好的地方在于伤害698，比667的物理系的梦想伤害其实已经高了一大截了，但是命中623，又没达到了一个非专用，甚至没有达到150的一个命中啊，150的命中也有717的。然后他加力量是肯定是好东西，魔力的话，现在对于大唐来讲，带法防灵式，其实你把魔力有一部分是可以转化成属性的。现在的大唐是没有不带法防的，不带法防的大唐，它是进不了16强啊，不能这么说，不带法防的大唐进不了8强，也就是进入8强以后的大唐，它必带法防，魔力也不算是纯纯的白费吧。现在来讲，这把武器要有神佑多少钱？这把武器要有神佑的话，就应该是归给法系了。现在是物理系，我们现在处于没有算账啊。我来告诉你，武器大概难的是什么价格？非专用1030的武器在男武器里并不是特别值钱啊，大概的话是16家，这个是大唐的啊，1050的话基本上啊，这个是非专用啊，非专用成品啊，16段宝石，1050的话大概是23啊，1080啊，剑的话大概是80，现在是分为这三个档，看看你能沦落到哪个档，都是16段宝石的属性啊，用16×25加上623，存命中1023除以3加698，存伤来到了1039。33×0.67，再加上一个1039，1061，1061的存伤，兄弟们，那区间也太大了，这个区间太大了，20多到80多都是他，他这个是存伤1060的赠送点法防，雪山的 K 总1077好像70万没有宝石啊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1080，大概是80那个级别啊，他具体的价格还要看一些庄家，1060多，看耗子底子吧，人修全满，辅助技能满强壮满神速也还不错吧。这把武器换一台福特烈马，武器加红号换一个福特烈马差不多，剑的话局限性稍微强了一点，比剑的局限性更强的是巨剑，它的是巨剑，但是它1061它加了点法防啊，33×0.6加了多少法防，33×0.6 0.7啊，23点法防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大唐官府在需要法防的情况下，23法防和23防御是不是一样的？我告诉你是一样的，因为你零式都是每一段行为时每一条加4，3条加12啊，还是有点用的。它这个魔力加了23点法防，这把武器我觉得你就往一个高了要吧，毕竟还带了一个叫什么天衣无缝的特技。天衣无缝是啥？5回合内敌人对自己使用法术有一定几率失败。这句话写的就他妈是废话，有几率失败啊，就是有几率失败，一定失败就一定失败，你说有一定几率不是就是有几率吗？明白。花生四也行啊，对我使用唧唧歪歪，我看看有没有几率失效，他说有几率让法术失效，有几率让法术失效能不能是已经中的状态也失效呢？这个特技还真没见过，一般来说不会专门有人配置一个这样的特技，但是他武器里赠送了啊，不用白不用。对啊，凌波城别来，能直接打死我啊，武装冠 OK， 兄弟你让我先起特技，你再封我啊，有一定几率对抵消对方的魔法，大哥，我出一个高速的学生，这只宝宝以后是高速的学生，现在24级，就两只宝宝啊，还没顿好大皮，咱主要是不死就行。哎呀，我操，经脉也点了，还他妈笑理我啊！宝宝会兴飞，这还玩毛？让我测试一下特技，你别打死我啊！啥特技？没见过的特技。防御5回合啊，给你惊喜。哥，咱家塔几级啊？他妈起了5回合，他妈愤怒49。移形换影吗？我靠，大哥，你用塔1回合加4点愤怒，要不你还是打我吧啊？哎，75点了，再来一个应该快够了。他应该是跟经脉有关系啊。马上 CD 啊，对面也是讲究啊，说不打就不打你。等会儿我用完你封我。来了，天鹰凤来吧啊，封试试啊。看看命中率啊！哎呦我去啊！这是几年的魂环，开始你的表演，给对面干懵逼了。毒，好像电摇，呼啦圈，千年魂环，最好再来个虚拟啊！来套 miss， 看能套中不啊？
虚弥有一定法术，有一定几率失败，这把没失败，继续。失败失败失败，这啥玩意儿啊兄弟们，这搞笑的呀啊。目前为止没失怪物，再打死了，别打了，别打啊，让我再起一个，你封我一下，谢谢。浪费药，这里面要不要钱？连封我四回合，他起码显示个已躲避吧，显示是特技的作用，要不然我以为是对面水封。躲避，左右躲避。你封我的时候啊，害怕吗？蓝掉的多吗？有啥提示吗？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让你封了，我这边没显示任何作用啊。这个特技的作用现在是集中的集，贸易的贸用啊，没有，我还有4470蓝，烟雨我试试。这特技不知道干嘛的啊，还带施法特效呢啊。行了啊，我嘎了。别打了，这个特技啊，确实啥用没有。